吧。完了，小兄弟，怎么了？我没欺负你吗？我在海洋的西山，这这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那个还不五个一公斤怎么给你了？你，看完了我来的。俺自己身上我干是不是？哎，身上我干。俺那各种工资在各种。干啥了姐？俺这不是入手就做这个白馍啊。正好把锅给弄泡一个白馍吃一个，同时吃了正好吧，因为我跟同事都是。咦？昨晚了，跟他聊工资卡的，就跟你 CEO 已经卡了，你就办得到。